那个飘在空中的是树吗？原来魔界的树不用长地上吗？此物渗出的灵力十分异常，应是维持禁制运行的中枢。那玩意儿是什么？看着怪瘆人的。魔族法器，就是它了，一定可以拿来解开禁制。 还剩两道光柱。 此处就是封印所在，看来不破解禁制是无法通过这里。
还有一处光柱，胜利就在眼前啊！
应该能通过这里了吧。 没想到吧，他防神防魔，却没防到修兄弟带着我们三个人族钻了空子。天魔谷就在前面，不肯掉以轻心。幽莲大人，你们这是在违背魁宇大人的命令。因为他。 大人日夜受剧毒煎熬，你能咽下这口气吗？罪魁祸首不是他，不可冲动。退下。想进入天魔国见大人和子秋，就把武器收起。 再多玩几回，你就能赢了。小秋，姐姐，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。小秋，你在这里过得怎么样？很好，就是想你了。还有巧玲，我们也很想你。 今天是音月苏醒的日子，我们一起去接他。好啊，你们也一起来吧。现在怎么办？跟上去，但不要放松警惕。小秋，刚才那个哥哥是谁啊？ 他叫星翼，是这里的孩子，经常带我一起玩。我很喜欢他，他教我玩刚才那个蹴鞠，真好玩，我从来没有玩过那么好玩的游戏。哎呀，可是星翼好厉害，我总是踢不过他。姐姐，你也跟我们一起玩吧。小秋在这里开心吗？嗯，很开心。
雪秋，你怎么了？我总感觉以前似乎认识他们，可就想不起来，再用力想头就会痛。那就先别想了。感觉怎么样？我很好。幽莲姐姐，这次我坚持了一个月呢，魁宇大人会很高兴吗？他一定会夸奖你的。快去见魁宇大人吧，他受了伤。啊，怎么会受伤啊？他遭人暗算，现在正在医舍疗伤。幽莲姐姐，那你快带我去看看吧。大人也很担心你，命我接你们一起过去。子秋，你不是一直想和月姑娘在天魔国玩吗？去吧。好。葵玉，小秋，你知道葵玉现在怎么样了吗？他已经快把毒清干净了，不过身上的伤还要等好久才能完全好。原来已经解毒了，难怪幽莲丝毫不关心师弟是如何痊愈的。月姐姐，我带你们出去玩吧。好。小秋，魔界煞气浓厚，你先配上我的护符吧。没事的，姐姐，这里有个长得很奇怪的冰雕，幽莲姐姐说有它在，这里就不会有煞气的。那我们就去看看吧。秀兄弟，你是神树果实变的，那小时候不也跟这些神子一样被挂在树上？这应是神界之物，其中蕴含着无限灵力，有镇压魔界煞气之效。没错。你背上了那柄剑，为了突破加罗罗魔的包围，不得已擅自拿了此剑。此剑有神族气息，应是你旧部之物，现在归还。这剑是万刃的佩剑，此剑主人乃是一位奉命追捕魁宇大人的神将，之后因认同我们的理念而加入了天魔众，但他数百年前为了守护天魔国而英勇牺牲。这剑你拿着吧。我不用天魔众的剑，也不想与你们为敌，只希望你们将春姿剑归还于我。就像你们不会带着解药来魔界一样，魁宇大人同样不会轻易地将春姿剑还给你。归根结底，是我们之前并无信任。况且，神族兵器都有灵性，他既然认同你，现在就是你的剑。魁宇大人现已在大殿等候各位。多谢，我们这就过去。这里的气氛与魔界完全不同，甚至还有一股凛然高洁之气，全然不像一个魔族的领地。兄弟，来者止步。
雨大人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已无大碍，你先随幽莲休息，我有事与月姑娘谈。去吧，我们是来带小秋回去的。回南，那些孩子，他们神族，他们的情爱之神族，然言天域，更何况我受再一次改造紫秋天敖虚界。若真是，哼，他留，我不相信，你们自甘堕落天魔。根据天域记载，记载就一定我劫狱。况且天魔，你们相，便是独占天魔，紫秋堕落与你无关，跟紫秋。秀兄弟，葵宇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月姐姐，小秋回想记忆时觉得头疼，有些不对劲儿，是否有可能被某种咒术封住了记忆？咒术？会不会是敖虚为了将紫秋改造为神域之媒才下的手？也可能是葵宇。这些疑惑都可以在小秋身上找到解答。我们去见小秋吧。紫秋现在在房间里休息，你们可以去找他。休息？是因为堕魔吗？难不成会有什么隐患？他们的方式不会，天魔国可以阻挡煞气的侵入，他们可以借助纯净灵力，利用少量煞气慢慢转化身体，成为天魔。但以神族之身接受煞气，总会有危险吧？总好过在天域中灵力枯竭。他们就是在天域中无法获取灵力，才一直无法长大。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有，但更为凶险。紫秋在内仅存下八个神子，葵羽大人一定会保护他们周全。去看看紫秋吧，他的房间就在主殿的东侧。小秋，姐姐想问你一些以前的事情，若是又头疼就不要勉强。姐姐会问我这个是因为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只要能帮到姐姐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你记得来到天师门之前的事情吗？小秋，别勉强自己。小秋，师弟，这紫秋的记忆被封印过，是神界之术。神界之术？那果然是敖虚那家伙搞的鬼吧？并不能确认是敖虚所为，不过既然是神界之术，我可以试着进入紫秋被封印的记忆，找一些线索。这法术会对小秋？若紫秋不是，我会立刻停止。好，那试试吧。
就我一意孤行要生下你，却又没办法保护你，你已经失去了爹爹，现在连娘也。小秋，是娘对不住你，六界之大，竟无我们一家人的容身之所。小秋，你手上也有这个无字印记呢，和我的一样。我好讨厌这个字啊，那个凶巴巴的玉官说像我们这样的孩子才会有。哦，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啊？不知道，我好想出去玩啊。我听说人间有很多好玩的东西，人族很喜欢研究这些。我弟跟我说过人界，他还有几个人族朋友呢。好厉害啊。等我爹从那个叫什么我忘了，就是那个地方回来之后，我求他带我们一起去人界玩。好啊好啊。不过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子秋，你醒了，过来说说话吧。什么睁不开呢？爹爹，阿娘，我好怕。会唱歌了，要是带我一起，就能唱给你听了。要一个人待在这里，
这便是天域时的记忆。跟着这些彼岸花前行吧。爹娘呢，就是会十分爱护你的人。娘亲就像春日的太阳，每次看她笑都会觉得暖洋洋的。父亲要严厉许多，不过他有如高山，在他身边总是很踏实很安心。我想小秋的爹娘也一定是如此。应该没有别的讯息了，离开这里吧。从此处应可脱离子秋的记忆。姐姐，你的歌声好好听，我总感觉听过好多好多次。想听的话，我随时都可以唱给你听。你现在好些了吗？已经好多了，就是感觉头晕晕的，想要睡一下。好，那你睡吧，等醒了姐姐再陪你玩。师弟，情况如何？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记忆碎片，印证子秋的确曾被囚于天域，但未看到魁宇劫狱的情景。不过我确实在他的记忆中受到了魁宇的气息，并且有温柔。虽然如此，但将他留在天魔国我还是不放心。可若真的强行带他回人间，又可能重新落入敖虚手中。若是能了解敖虚目的为何，我也好判断是否能放心将子秋交给天魔中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不知道能否帮到师姐。你说。赵胆为神界审判之所，而天域囚犯被关押前都必须经过审判，拳手谢志一向公正严明，他的审案记录不会有假。哦，只要确认魁宇说辞的真伪，那将小秋留在天魔国，月姑娘也能放心了吧？好，就去赵丹。至于小秋，让他暂时留在此处较为安全。论魁宇是否可信赖，起码他是真心想保护这些神子。我也这么想。那我们去向魁宇辞行吧，早日探清魁宇的立场，我们也好行事。这次真是太值了，不仅到了魔界，还能见识神界，以后可有的吹了。修武兄弟，你去过赵胆泉吗？在神界，我从未去过春姿泉以外的地方。那你认识什么神界里特别厉害的人物吗？我只听从春姿拳手调遣，与众神并无交集。真没劲。你们想去赵胆泉？是的，我们并不怀疑你是真心想要保护小秋，但还需要决定性的证据。另外，我们更需要知晓敖虚到底在预谋什么。既如此，我就等你们探查清楚。
方才那首歌。那首歌是子秋母亲经常唱给他听的歌。什么？看来即便没有了记忆，子秋也还记得明艳的存在，而你也很得子秋信任。因为我绝对不会让小秋受到任何伤害。九泉动荡，似有神界在背后操纵。那修武似乎同幕后黑手颇有渊源。魔尊，神界绝地天通已缴，现将九泉动荡归罪于神界，仍属臆测。还请魔尊静待真相查明。恳请魔尊给予一些时间。好，天魔女。但是本座的耐心是有限。多谢魔尊。奎宇大人，子秋不好了。魔尊大人。这里是赵胆泉，那尊雕像就是依拳手谢志大神形象所塑。只有神族才能查阅赵丹审判记录，你们在这里等我。